那肯定有别人的任务是保护蜡烛。这样，现场有一个蜡烛，如果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它没有被吹灭，你就赢了；如果它被吹灭，就是有灭的，我就得给它点燃。对，好的，我明白。我是小兰。哦，你是柯南啊？对，我们是一个 team 的。对。他又在点蜡烛，我放这边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那你有没有办法写一首歌让我能再掉？打完我妈打我啊！我知道点蜡烛，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，相信自己都可勇敢去爱吧。我猜他要跟幼儿比身高，我就觉得他应该是问我腿长。猜我的，猜我的，肯定蜡烛，肯定点，这肯定的。你们猜的都对了，对，各加十分。还行，还能放不下弟弟，弟弟没被人选过，我可以选一下弟弟。我就是能干体力活，如果有体力，我肯定就。我也还